要邀功，然后我们要三点半起，然后四点就摸黑手拿手电筒，带那种头灯，然后就爬山爬上去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真的爬到一度就肚子好痛，就是高山症，太痛，对，压力痛，对，就肚子很痛。然后我还叫我前面的人等我，然后我说前面那个是阿郎，就是你的老公，我说阿郎，阿郎，没听到，然后他完全没有听到，他完全没有听到，哦，而且他也跟我讲说，要是当下听到停下来了，他可能就在走不上，你真的是一直这样，叮叮叮叮响，然后反正我就是爬到最高顶的时候，我们要再爬一个小时才可以冲到顶，所以上去都大概是五点多。哦，然后点多就看到日出，然后你就看到日出的时候，你真的很感动，你就觉得说老天爷真的是我。他日出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是给每一个人都是得奖的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赶场，不是没有，你要赶通道。先整理一下东西，因为我先讲，我看你那张照片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你不是站侧面，然后背景是日出，我觉得那个是很感动的话。你知道我在家里面就是在逼迫客，你要听我讲这些事情，看一下。啊，他还哭了，对，我还哭了。因为我说是我会，自己在哪太容易了。然后你真的看，因为公主爬山，平常都没有在运动的人，强调是公主爬山。然后你真的享受自己报名，明天不去后面出发了，我们去爬山。然后你就觉得说老天爷很公平，他是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是给每一个人都有光，是温暖的，是温暖的。可是他在，然后他最顶峰就是有个200块，大概80块台币的奶茶，这样小小的一杯，就是我喝的那个。你就知道那杯奶茶在很冷很冷情况下喝，真的是。非常非常感动，然后你就对面就是看，还看不到喜马拉雅山，就是看喜马拉雅山底下的一些山，就是我看到山就是后来那个雪峰的那个地方，就我们其实距离很近，然后我们是一起上去，然后那个地方叫左转跟右转，然后他们是右转的。就是反正就是很近的一个地方，是你看阿里山，阿里山出来感动了。我还没有去看过阿里山，真的假的？有。阿里山超不感动，就是你坐小车上去，然后没有你感动点是，我终于平安到山顶。哈哈哈哈哈！阿里山超超超超超，感动点是我平安到山顶，阿里平安到了。我想到有次老吴自己去阿里山，然后因为我烫了一个很重头发，然后不愿意出门。哎，你们那有地方可以转吗？没有，可以。